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拼多多提醒您本期看点，让我们一起点亮快乐大本营的游戏世界。黄晓明、周亮、The Night 强势来袭。The Night on Fire Night。Let's get it. 古希腊记载，人灭世神怪，来世间给众生一场无解的失恋。在路口四分可四问，答案是什么？向前走，决定了没有？这路没尽头。Yeah， 前方走，后方走，在那一次看面前刚你退后，够不够 ？Rose 走，掌控舞台，你每次歌插手。下了虎跳个舞，肩膀上那噼里啪啦从不在乎，他不灭他不灭，要说也火，未解的非也都看不透我。几少千年神话的谜。认识自己，再成为下一个你。破碎梦里的神灵，发发发，风声渐聚，造梦的岛屿。你有你有，四分可四米九，你轻易击破。你有你有 ，Watch out， 我们这出好戏才刚要开启。眼前的我会顺利通关，为难啦啦啦，不想散人了，无法招架，自由吧吧吧，我天不怕地。天崩不崩塌，逐风破浪，我给我解答。破开了迷，我撕碎浮顶，从此不再怀疑。四分可四，执迷困不住你，重塑每个自己，脚步是追逐的星光。Look out, 我和我的对话，惊慌惊喜到惊讶，万箭齐发，看我的眼神杀。Watch me breaking down， 你有你有，四分可四米九 ，Straight out， 你轻易击破。你有你有，你在等待什么？你有你有你有 ，Watch out， 开始跳个起，出现了花顺利通关。大家来到综艺主题夜的第二夜，游戏奇妙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点亮快乐大本营的游戏世界，请准备，三、二、一。我刚刚在那上面看到我们好多大本营的经典游戏。是的，这个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游戏会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马上再次请出我们的小明哥、亮哥，还有我们的 The Night。欢迎大家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vivo X7 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那首先呢，要祝贺小明哥还有亮哥的这个我们的中餐厅热播棒棒棒。另外呢，就是我们发表了新的一批的我们的 The Night。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he Night。Hello， 大家好，我是 The Night 的刘雨昕。然后今天特别开心，来到从小看到大的快乐大本营，然后见到了快乐家族的各位哥哥姐姐们，希望哥哥姐姐们今天可以多多指教。必须的，下面谁来？
我来吧。大家好，我是潇洒热辣让你无法招架的虞书欣，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 The Night 的 Kiki 许佳琪。今天非常开心来到快乐大本营，然后呢，我要用我们的一句歌词来表达此刻的心情。那是什么呢？惊慌惊喜到惊讶。太棒了，太棒了。好，预言来了。大家好，我是登场不示弱，随时随刻都在唱歌的预言。一瞬也觉得。好，大家好，我是谢可寅 ，Shaking Glory gonna make ya moving， 太厉害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希望你们过好每一天的德奈队长安琪。哇，来小唐来。大家好，我是德奈赵小唐，跌跌撞撞想着光亮冲吧，也是歌词。妹妹是认真来打歌的，每一个人都是做的歌词啊。看我会不会融入歌词。Hello， 大家好，我是不会停止进化的泽奈孔雪儿，逐风破浪，和我一起寻找答案吧。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来自泽奈。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妹妹们的新歌还有新的团综，好不好？我们一起期待今天精彩的比拼，加油加油。有请硬核玩家马伯骞，有请硬核玩家易大千，有请硬核玩家翟潇闻，有请硬核玩家黄明昊，有请高能玩家金子涵，有请高能玩家张延琪，有请高能玩家韩云云，有请高能玩家周柯宇。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之夜，我们在快乐大本营有哪些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游戏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23年来，我们拥有无数经典游戏。1997年，快乐传真《心有灵犀》横空出世，开启国民综艺新认知。拿了28块的什么？新华字典。新华字典。1200平米的演播厅，囊括了无数高能名场面。杨幂答对19个。连连铁门台，铁门台。谁是胜利帝？破圈出击，桌游、手游遍地开花，成为国民热度最高游戏。卧底是舒淇，指的是娜娜，娜娜指的是舒淇。指证我，我指证谁？极限挑战，突破壁垒，颠覆国民对棚内游戏的认知。谢小心啊，出了好多汗。成功！只要你不成功，谁成功？迟到了，乘风破浪，掀起夏日岁月狂欢。哇，这哇好帅啊！小凯真的游很快。快放手！哇，打破文字边界，开启寓教于乐新模式。走，风路的风，是风吗？风怎么我都猜出来了？你猜猜你的吧，你猜我的干啥？你23年来，我们从来都是一个认真玩游戏的节目。我们拥有经典，并且仍然在创造经典。今天，游戏奇妙夜，经典全面升级。你们准备好了吗？哇，好好玩啊！我发现我们最丑的样子都在《快乐大本营》里出现过。我真的好期待那个迟到了，我看迟到我想哭，因为每年的夏天我都在期待迟到了。是的，记得那当时亮哥在那个抓糖宝，在那个水里面好快啊！对，其实我刚刚看到了好几个我的镜头，我其实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真的胖了好多。你是壮了，
然后小明哥那个高空挑战，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吓人，那个真的很高。真的，你让我再玩一次，我真的我可能会拒绝的。我们其实上去的时候都不知道有那么害怕，玩完之后都是很想拒绝。那这一次我们The Night有三个妹妹跟我们一起来哈，期待今天在游戏上你们的玩特别开心。游戏之夜玩法规则：今天一共有三轮由观众在网络上投票产生的游戏比拼，每次比拼中都会有一队遭到意想不到的状况，让他们的难度升级。而每一队获胜的队伍都可以获得状况归属的决定权。获胜队伍可以派出一人登上冲浪机，共有两次机会将飞镖射向状况板。如击中彩色部分，即可将状况施加给对手；如击中白色部分或者拖板，状况则会施加给己方。加油吧，玩家们！首先这一轮我们我觉得给对方先来选好不好？先给你们看两个我们的状况板，画的好可爱哦。红色我们选红色。这个红色的就是色彩比较集中，这是哪个宝宝画的呀？是我这个宝宝画的。哇，这是有什么寓意吗？是一个糖葫芦，然后红色比较喜庆，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厨师帽，然后也为我们中餐厅现在宣传一下。对。好，那我们马上就开始派出一位队员来参加。对方决定派出张延琪，准备，稍微扔得高一点，加油！我们队的希望。好，这个状况是给对方的。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招募中餐厅的女职员，我会用头发丝给她采耳。小时候妈妈就是用头发丝给我采耳。要点些什么？你说点啥就点啥。薇娅，胜，空中安保。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呱呱龙英语，2到8岁英语启蒙，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莫斯利安，寻遍世界的美味，只在莫斯利安。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我们今天晚上游戏奇妙要解锁的第一关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高台拍照。可不可高台拍照？每轮两队各派三名队员接受来自出题官的考验，参赛队员需要根据题目进行个人技展示，并进行抢高台拍照。认为自己可以得到出题官认可的队员抢占先有可的高台，认为自己不能得到出题官认可的队员抢占先有不可的高台。拍照结束后，在高台上露脸并且与出题官选择一致的队员可以积一分，积分高的队伍获胜。那么第一题是由涛涛来出题，我们派出的是马伯骞、翟潇闻和刘雨昕、维嘉、柯宇和张延琪。好，我们听一下这道题是什么。请问海涛结婚会选谁来当伴郎或者伴娘呢？哇，这样好不好，我给你有一个小状况。比如说浩浩，你来敬海涛哥一杯酒，然后呢这些伴郎伴娘们就想办法来帮你挡酒。可以，这个好。那他是什么角色呢？我觉得我要不就当涛哥的远房表舅啊，表叔叔了，对不对？可以。
哎呀，小杜啊，我这么老啊，结婚了，哎呦，恭喜、哎、恭喜舅舅恭喜！哎呀，舅舅，你这大喜的日子必须要跟你舅舅喝一杯、啊。是是是，舅舅，那我那这样，舅舅，那我就来一个好不好？哎，等一下呀！哎呀，哎呀，这个诗兴大发，一挥小手，涛哥天长地久。哎，好。这个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完这杯咱俩关系好。哎呀，哇哇哇哇哇，那个我从来不会嘴软，涛哥幸福美满。好棒，但是我觉得吧，我怎么还是得跟您再喝一杯、啊、还是你再喝一个，要不然这一口差点意思是吧？对、啊、那这样我就干了。哎，慢着。哎哎哎哎，这杯酒得我来喝，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们问问他呀，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涛哥今天叫的弟弟代喝，弟弟代喝，弟弟代喝，好东西。这一年头还有这一种服务呢，是我这个老年人。那可不嘛，涛哥都给了我钱呢，他是我的谁？弟弟代喝，有什么喝了吗？还有美喝，就几个。我都想下载这个 APP 来啊，雨欣，来吧。其实韩涛哥也知道，就是我是让你当那个伴娘，你不要表白啊，给我。对，其实我也不太爱穿裙子嘛。是是是是是。这一次我愿意为海涛哥穿一次裙子，为海涛哥穿一次裙子。这也太狠了！呀，真的要穿啊！刘雨欣，把捧花丢给我。这太必须可以了，这太猛了，这！这真没谁了，这。谢谢，祝哥哥幸福。海涛，择日不如撞日。我赶快打个电话叫人吧。每个人对自己的位置应该有一些清楚的认知了。那么接下来就在一段音乐之后，大家去抢可还是不可的高台。好，涛涛现在做出他的决定了啊。在这个状况给了对方之后，对方在游戏当中要捆住脚来抢高台。你们这个也有点太夸张了吧，这也太狠了。轻一点，雨欣可是穿过裙子的人了。好，来准备。音乐起。加油。何老师，你看一下马伯骞一个人在那边。没有人在意我，我在一个人的角落。准备，三、二、一。这个人太过分了，拉我下水。不是，你不是渴吗？我渴不了。好，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我在呢，你的腰力。马伯骞、柯宇是可以成功的，只要他们猜对了，维嘉是百分百合适的。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回答正确。涛涛，请亮出你的选择。唯一能够加分的是马伯骞，然后嘉哥觉得自己可以，结果你却。为什么不可？嘉哥是长辈啊，你叫我哥，我哪里是什么长辈？
你的婚礼我不是伴郎的话，你觉得你这婚礼办得成吗？你是不是觉得我了解你的过去太多了，怕我酒过三巡以后我颠颠又倒倒好比好比当当这么想当他伴郎吗？嘉哥，嘉哥要不我试试然后又选择了刘雨昕，为什么？他整个说这些的时候就很有诚意，我就是险些都当真了，就是我觉得就很美好。好，谢谢，这是第一轮，我们祝贺马伯骞可以积一分。第二轮我们要出题的是小明哥和亮哥来出题，欣欣、虞书欣、赵小棠、娜娜、金子涵、云云请上场。请问如果小明哥和亮哥要招募中餐厅的女员工，你们会怎样为客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呢？请进行你们的个人陈述。我来吧。各位老板们，如果你们聘请了我之后，如果有顾客来的话，我可以让他享受到非常那种美轮美奂的感受。我会用头发丝给他采耳，用头发丝给他采耳。店长，小明哥，请坐。用头发丝采耳，我还真没听说过。很厉害，他在清理踩遍了所有妹妹的耳。小时候妈妈就是用头发丝给我采耳的。我这个技术特别好。怎么样，顾客？要点些什么？你说点啥就点啥，你说点啥就点啥。怎么样？哇！好厉害，顾客等待时间不会无聊了，对对对。我好难想象下一季的中餐厅，你们在厨房忙碌的时候，于是现在里面还有奶茶。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抱怨的顾客了，谢谢大家。好，下一位，你们如果当员工你们要做什么呀？好，来了，他来了，好吓人。二位老板，我想你们肯定很需要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姑娘，所以你推荐的是虞书欣吗？就是当客人在等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无聊，那这个时候我说，哎，你看这外面的花多美呀，我都告诉你有些什么花呀，有君子兰、广玉兰、米兰剑兰、凤尾兰、板兰花、茶花花、喇叭花、长寿花、芙蓉花、平叶花、茶花、樱花、金针花、花中之王、牡丹花、花中皇后、月季花、宁波仙子、水仙花、月下开竹、是菊花。哇，要跑偏！确定是传播传统文化。等一下，还有一个金子涵妹妹干嘛去了呢？她要给你们带来一个惊喜的表演，绝对在中餐厅可以吸引非常多的客户。来，欢迎金子涵。
哇，这个太厉害了，好成功啊，妹妹！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节奏特别好。这个服装刚在火锅店借的，火锅店借的，太仓促了，准备的。我就说怎么一进来一股火锅味儿呢？确实，我上一次看这个表演是在火锅店。那去吧，你们六位到这边来准备抢那个可还是不可了？慢点啊，来准备音乐，请。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可哦。倒计时，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好，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看看有谁是在线上的啊。对比非常鲜明。耶，我的表情管理。娇小的，独自美丽，这才叫独自美丽。哎，君子涵那个，我以为他变脸还没变完呢，可爱可爱。然后娜娜在路上，你看着急，娜姐很犹豫。其实我没有犹豫，我想先把那个子涵弄上去了，确定他没问题了，我再。你再去是不是？然后欣欣觉得自己在最后那一秒是停在空中的。我觉得应该有我，但这样看起来我好像在采耳。你在帮虞书欣，在帮虞书欣采耳。我们来看一下，来了一二三亮啊，来了一二三亮啊，对，是这样子，你们的技能都很好，但用上的可能性呢都有，但是不多。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需要刷碗的，对对，所以只要会刷碗就行，对。你们准备找六个刷碗的去、啊？对对对对对对。你要这样的话，子涵妹妹还去什么火锅店借衣服呀？我可以白天刷碗，白天刷碗，晚上表演。子涵，其实我在上季中餐厅的时候，每桌都摆了一个变脸的那个小玩偶，外国人特别喜欢。这个绝对是加分项。对对，加分项，加分项。对，我觉得这个两个端水大师啊，以为把所有人都说渴是端平了这一碗水，就没想到小唐特别希望不渴才能得分。我们首先看这两幅我们的状况图，来请看。哦，这个好容易选啊，你们选哪个？我觉得还是船好投一点，因为他那个船他分布的比较均匀多一些、哦、多一些是不是？对，嗯，好 ，OK。那我能问一下，那个靶子是谁画的吗？这个是我画的，何老师。啊，这有什么用意吗？就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给对手，给自己都留一个线。就是你觉得你画的是个比较容易的，对不对？对。好，船是哪位画的？船是。啊，船是我画的。哦。就希望大家一路都可以乘风破浪，而且我们中餐厅也有一条船，所以希望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年龄都可以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派出一个人来决定下一个游戏的状况，给哪一队？我来吧。好，来，浩浩来。冲浪你肯定没问题啊。没问题。加油，你可以的，加油，用力的投过去，别射到对面观众去了。来，准备，加油，投高一点，投高一点，意念干扰他，开始。我咋又弄上来？生气了，生气了！别生气，别生气！你在搞笑吗？怎么发火了呀 ？Justin， 你冲浪店是不是白参加了？冲浪店是不是白参加了？是对谁发的脾气？我知道，我知道，黄明昊，你是我们的卧底，你是我们的卧底。马上进入到我们下面的比拼。
过了第一轮的比拼，我们现在已经更加的熟悉了，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第二个大本营的经典游戏我脑厉害了当中要更好的表现。这是要干啥？这太过了。也不必这么认真吧。哦，有点吓人啊。大哥。上位呀。我的妈呀。放开我。什么？我有点恐高。这掉多高啊？这一排为什么有个我呀？规则是这样的，依次对应位置的人互相抢答，谁能够抢对就安全，剩下那队就受惩罚。首先平台上的朋友注意降平台啊！下面做好准备，我们第一轮的题目是看表情包猜人名。第一号位的两位朋友金子涵、赵小棠，请看题。脚不睡，这谁啊？好，都没有猜对，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答案？蔡徐坤。脚踩住了，然后虚啊，困了。徐坤，既然都没有猜对，你们就顺利进入到第二题，直到你们产生一个结果。来，下一题。哦，太难了。八七。月花。杜华回答正确，漂亮。下面做好准备。哎呦，薇娅，胜，不是，慢一点。哎，这么高啊！哇哇！哎，这么高啊！我的妈呀！啊！怎么这里有我？哎呦妈呀！我刚刚跟个酱板鸭一样掉在上面。下面到二号位了，黄晓明对吴昕，请看下一批。杨幂，更快的是吴昕。Yes。薇娅降。好，下面到娜娜对浩浩。斗志。来，请看下一题。杨迪。KO。谢娜正确，杨迪。其实浩浩说出了杨迪，他都没有想到是杨迪。我对呀，我说杨迪，我想了半天。他是他的徒弟，你的师傅呀。竟然猜没猜出来呀！为师生气了。下面薇娅胜。真的好高啊！我现在已经释然了，无所谓了。欣姐一点力都不愿意用，都有点习惯了。各位亲爱的朋友，目前情况1-2，来，请看下面是四号位周柯宇对易大千。斗志，请看题。八七六，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更快的是周柯宇。迪丽热巴，迪丽热巴，迪丽热巴。Hello， 迪丽热巴。不是你们公司的师姐吗？是啊，我们都是一个公司的。我们都是一个公司的。薇娅胜。你的薇娅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别人都是直上直下，你跟一块腊肉一样。不是，小唐刚才跟我说，我们这次就美一点，帅一点。我说事儿是这么个事儿。这边只有两次机会，这边还有四次机会。金子涵对赵小唐，做好准备，请看下一题。黄靖瑜，黄靖罗。王一博。赵小唐回答正确。薇娅酱。下一题是小明哥对吴昕。呀，斗志斗志。来，准备，请看题。谁呀？方希芷。王圣依。王希怡。郑希怡。黄郑希怡。回答正确的是黄晓明。薇娅胜。哎，慢点，慢点，不行。这边有人在空中飞的，然后星星这样上去的时候，张云奇在后面跟我说：“咦，空中安保。”现在到娜娜和黄明昊，最后一次了是吗？对，最后一次。哦耶！我不是卧底。下一题。红雷。红雷，因为他毕竟是我们这边的卧底，他怎么可能比我快呢？他刚才应该已经猜出来，他不好说出来，你知道吧？黄明昊，你戏演得不错。他是不是真的是卧底啊？三二一，走。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勇敢的张扬。祝贺这边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新的阵容已经上来了，我在下面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哎，巧了，这四位年轻人都恐高，特别是刘雨昕，我问他的时候，我说你怕高吗？他以为是这个，然后他说没问题，我可以的，后来发现是这个我是怕的，太可怕了。你觉得你会不会表现得比欣欣姐稍微勇敢一点点？我觉得不一定。不一定是吗？啊，于淑欣现在整个人都不好了。刚才淑欣自己已经通过关系找到导演说，你去跟二号薇娅老师说一下，不要飞太高。其实二号薇娅老师听得到你的声音，你这样隔空跟他喊话好不好？二号薇娅老师，给我升低一点。我们必胜，我不可能升上去的。这姑娘脑子也是有点分裂，她情绪转换是没有缝隙的，有没有？开始还委屈，突然那个什么。啊，翟潇闻 ，OK 吗？我的心率已经到150了，我感觉。是不是？我感觉她比前面两个女生还怕。没事，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就是不太行，这真不太行。这不太行，这真的不行。这有悖于人体。好，这一轮的题目是这样的：根据一个规定的情境，然后用一个规定的声母组词，首字母不能错。好，我们看一下规定情境是什么。来，请看。如果能回到十年前，你最想做什么？依然是一号位，用波。来开头，一号位请抢答。爆炸头的 model。他想做一个爆炸头的 model。
你现在后期已经有人给你做了这个爆炸头。嘉哥，如果回到十年前，你要干嘛？抱着我的好朋友大哭一场。回到十年前，为什么要抱着你的好朋友大哭一场？就是想想现在对我的好朋友做的一切，我回到十年前，我希望能够对他更好。哎呦，是我们吗？是我们吗？是我们吗？我对你们已经足够好了。来，下面我们降威亚，威亚降。因为会是你们三个人啊？对，就是抱着你们。哎呀，完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好，亮哥对舒心，哥，回到十年前，你想要做什么？开一间世界上最大的书店。啊！开一家餐厅。啊、亮哥，十年前你应该开张亮麻辣烫。好，薇娅酱。下面韩云云对翟潇闻，生母是。我要做校园最靓的仔。三二一，降。我还没答题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梦想不值得掌声，因为他本来就是校园最靓的仔，对不对？所以是时候也尝尝飞翔的滋味了。薇娅升。马伯谦，斗志，斗志，马伯谦耗尽了毕生精力。来，下一题，请看。好，回到十年前，你要干嘛？我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脚会不会被鸡汤烫伤。我觉得这个梦想虽然看起来很小，但是它很实在。很实在，因为现在最痛苦的他脚受伤了。对，所以呢，我觉得延期这个是可以过关的。绝对要投诉发明威亚的人。投诉威亚这件事情，马伯谦有一说一，其实你现在也可以投诉。对，你现在可以投诉，你升上去的时候你就开始投诉。威亚升。舒心，你的独自美丽呢。那个二号威亚老师，你没有听见于舒心刚才跟你说什么吗？我有一说一，他不但不是最低的，甚至好像是最高的。我觉得他想引起你的注意。哦，有可能。下一题轮到了一号位佳佳哥对刘雨欣。刘雨欣斗志，刘雨欣上。我认真答了。此时两队比拼进入赛点，题目难度升级，场上队员将要挑战表情包猜人名。来，请看下一题。A 云嘎，阿云嘎，阿云嘎。更快答对的是佳佳哥。阿云嘎。就差半个音，你说完就再缓一下就好了。半秒钟。因为没有一个叫 A 云嘎的，也没有一个乘风破浪姐姐叫 A 朵。好，这样于舒心，你跟二号薇娅师傅再商量一下。二号哥哥，我求你了，你给我低一点吧。低一点啊，二号哥哥，听到了没？薇娅升。哎，很棒哎。哇，刘雨欣克服了，刘雨欣克服了，翟潇闻放弃了，于舒心又跪了。于舒心这回有一说一，你的是最低的。好，起来答题，于舒心，你可以吗？答题可以吗？我必胜。好，下面是亮哥对于舒心，请看题。黄磊，我赢了。哇，
确，威亚酱。加个这个，加个这个太狠了，碰瓷儿。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张明顺，韩云云对翟晓，翟晓雯，振作起来，翟晓雯，加油！来，下一题。八七，黄大灯。黄晓明，黄晓明，黄晓明，黄晓明。更快的是韩云云，厉害厉害，是我们吧？我们快吧？韩云云更快，而且是虞书欣，你提醒了翟晓雯。黄晓云，黄晓云，黄晓云，黄晓明。哦，我说的是黄晓云。对啊，你提醒他还说了个错误的答案，是不是？薇娅，胜。感谢二号哥哥，听到我的呼唤了。原来撒娇的孩子真的有糖吃。耶！说实话，就是说，我做完这个游戏，我蛮喜欢吊威亚的。你说就说，你别晃啊。不是一号威亚哥哥，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吃那个劲儿，他从开始之后到现在没一直他那个固有。好，各位请就位，双方都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下一题就是决战题，由张延琪对马伯骞，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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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准备，请看题。八七六，灯笼，灯车，灯轮。邓伦，邓伦，邓伦，邓伦。回答更快的是马伯骞。好，来手抱胸，对，嘉哥不是那么摸胸，抱住他。来，准备，三、二、一，放。就这个 feel。这一题又是双方站成了平局，掌声给他们。那么按照轮流的方式来抽下面一个状况，也是我们最后一个游戏的状况。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两张画喽，请看，选哪个？因为我们商量里它其实黑色好呢，因为黑色虽然那个散块，但是它的面积好像是更大一点，几率更大是吗？对，所以要选择的就是刘雨昕的 X 符号。那我就来了啊，那我就来了，你加油亮哥，亮哥不会射穿他吧？来，黑色，黑色，准了吧？我亮哥太有准了，亮哥别开中餐厅了，开个射飞镖的店。欢迎各位来到快乐大饼和拼多多联合打造的《我们拼了》。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这是我们好久不见，大家想念了好几个夏天的，迟到了。耶，没有迟到了的夏天，这个夏天简直是迟到了，真的是不完整的夏天啊。第一个呢，我们先请出四位美丽的少女为我们表演 Yes OK。 这四位美丽的少女分别包括有我们的金子涵，还有我们 The Night 的三位可爱的小妹妹啊。好，来来吧，各位请上浮台。浮牌怎么上去啊？就是慢慢加油下水上去，爬上去就好了。金子涵甚至可以直接站过去。好，金楠你试试跳过去。金楠腿太长了。
重心放低，重心放低，没问题，走，走，我，走，我，我，太强了！哎呀，好好玩啊！妆发保住了，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堂姐不能认输啊，这必须的，这必须。哇！哎呦我天！舒淇还没上就浑身湿了，爬得上去吗？要帮帮你吗？好，来，咱帮一下 ，OK。哎呦，哎呦！齐舒淇一上来就粘住了，你现在像只海豹，你知道吗？真的真的。加油加油！音乐音乐。感人。这不行，这下面水太多了。想看滑雪版的 Yes OK 吗？加油加油，滑起来，朋友们！好样的，小唐！虞书欣根本是来闹海的，简直！加油加油，子涵 ！All right, all right。慢慢追，慢慢慢追。跪着跳，那位是雨欣一直跪着跳，直接放弃站起来了。慢慢慢追，雨欣选择了跪着跳。我就看待会儿 Yes OK 跳的时候咋跳。来了来了来了，加油！漂亮。雨欣子涵一直坚持没掉，走走走。哇，舒心好坚强啊，于舒心。嗯，厉害了厉害了，最后 ending pose 还尝试要喊，好样的于心，好样的于心。哇哇，这一段哇，舒心加油，舒心站起来。他一站起来所有人倒下了。好了，辛苦他们，来掌声给我们四个美丽的女生。接下来有请，这个还是挺难的。无价之姐张亮、黄明昊、翟潇闻。欣姐吓得一抖，得让欣姐带着我们跳。对对对对对，我也不会游泳，主要是。没事，你可以的。我来了，哎，我来了，哎，好，可以。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小翟爱飞啊，来来来来，小心小心小心，这感觉。哎呀。哎呀，好，好，哇，准备好了我们。哎哎呦，我站不起来。好，赶快来，音乐准备。哎，开始了。哎呦我。哎呀，这怎么这音乐烫脚是不是？从主歌跳起，我没学过主歌，得让欣姐带着我们跳。来，主歌来了。哎，小青花管理。哎呦，我欣姐打人呢。干嘛？干嘛？张嘉文，哎呀，嘉文加油！亮哥。你在刚才那个环节你在干什么？滑水。怎么可能这个？亮哥带来的是扑腾版的无价之姐。哇，吴昕真坚持下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来来来来来来，掌声给他。哇，笑死了。这太难了。马上呢，我们就要进行水上浮板挑战了，请各位注意，我们这里呢有五个盲盒，每个里面的奖品都不一样，都是拼多多为我们提供的超值好物。游戏当中获胜的队伍可以获得由拼多多提供的两个盲盒。拆盲盒啊，太好玩了，我最喜欢拆盲盒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请双方通过石头剪刀布，赢的可以先选八或者是八百。好，来，严琪来。慢点啊，肖文来，好，石头剪刀布赢的先选，好不好？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赢了，选八还是八百？选八百，好的，八百的意思就是泉水接力，出
出战的队员坐在浮板上，蒙住眼睛，做一竖排，接力向后面的人传水，90秒内传递水量达到800毫升就获胜。这来吧，各位队员，咱们请上桥。小心点，姑爷。谢谢。哎呦，谢谢。于书欣跟欣姐上杆上桥都一模一样，叮叮叮，你俩就跟没有骨头似的。我们到的时候，我们要吱声，好不好？我们吱声，就说走，你就接，好吧？好，请戴眼罩。我看看谁在后面。那于大千不重要，你只要记住后面是何老师就行了。我不想害何老师。你要泼吴昕吗？你想害谁？你先照顾好自己吧。你别被马步青泼就行了。来，我亲爱的各位朋友们，90秒钟，3、2、1，开始。走。马步青开始洗澡了。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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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我走。小马哥，这水量不足啊，小马哥。哇，马老师每次都给自己洗头。马伯谦，你身上有多脏啊？走。时间已经过去30秒了，我的各位朋友们，走，走，水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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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可以，回去可以。好，马伯骞快一点，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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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快点，计时已经1分钟了，还有最后30秒。先加油哦，拿出你们800的实力。马伯骞特别像那种10天没有喝过水的人。于书欣走不动了，走走。快，最后10秒钟，时间不等人，一盆接一盆啊。于书欣扑啊，用力，于书欣提速，哇，哎呀！好，让我们恭喜最后欣姐成团。怎么样？你们好棒啊！你们8毫升都没有。我看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个失误都没有的时候，正当心马上就要传给大千的时候，大千自己把那个盆给拿到后面去了。你没有坐好位置。全都是我的责任。我干一个。都有问题。干吧。来，大千干一个。哎，这真可以。各位朋友们看一下，这是咱的成绩啊，这确实是个底儿啊。好，接下来到我们嘉哥、亮哥、云云、柯宇和我们的妹妹金子涵，水上跳绳，90秒内要跳够8个就挑战成功。哎呦，摇！好，来准备啊，90秒计时开始，3、2、1，走，跳。嘿。
哎，再收一点绳，收一点，对对对对对，人间教练。好，三二一。差一点点，可以，可以，来，可以，可以，三二一。哎呀，不行，哎呀，不行，哎呀。哇，五个人都能下来啊！抓紧时间，现在时光在飞逝啊！哎，绳有点长。好的，找到问题了，是绳的问题。卷起来一点啊，保持在中心的位置啊，站紧一点。神教练，教练再度降临。三二一，走！哎，哎，没有规矩，非常没有规矩。一鞭子抽到了我嘉哥的脸上。要紧，走，跳。已经渐渐找到了感觉啊，还有最后十秒钟，十秒钟，十九，我这跳早了，四，三，跳走了，漂亮的一个跳水结尾。嘉哥，嘉哥，嘉哥愤怒了。我说实话，还有机会，快，嘉哥，快，嘉哥，快，嘉哥，队员们还有机会，抓紧时间，嘉哥上头了，嘉哥，没，嘉哥上头，没有了，嘉哥，我说实话，整个的过程只有你是最顺的，对，是不是？要不然你让两个人配合你，你来 solo， 对 ，solo 一个，来一个，嘉哥，我们三十秒的时间啊，破个记录好不好？三十秒，好，来，嘉哥开始制定好新的战术了，非常有自信，三二一。跳！啊！抽脖子上了！跳！跳！啊！跳！啊 ！Oh no！ 嘉哥已经暴走了。来，这个连着，这个连着。跳！啊！连着！跳！啊！连着！这样不压了。连着连着，好，连着连着连着，好，三二一，跳！啊，我的船！二一，你怎么连那么像？啊啊啊！好，时间到。虽然呢，两队都没有能够完成这个我们自己既定的800毫升和跳8个绳的挑战，就每队给抽一个盲盒的机会，好不好？马步进来了啊，就这五个你随便拿一个，那就这个吧。好，可以，来把它拿下来。这个我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呢？这也还行，有点紧张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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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来呀！哇！哇塞！别掉进去了，别太着急，别太着急。Switch 游戏机。那我早知道我们抽了，我早说。那妹妹来吧。哎呦我天！哇！哇！这就行，这行，这行，这真不太行。妹妹，这好，这妹妹，这让我吸干泳池的水吧。有个好消息可以告诉大家，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去拼多多上面来参与抢盲盒，在盲盒里有各种的惊喜在等着大家，比如说像刚才博谦抽到这个 Switch 的游戏机、雅诗兰黛套装、200元话费、好吃的薯片、零食等等等等，都可以在拼多多上面1块钱带回家。哎，1块钱居然能抽到这个Switch游戏机，我可不可以多抽几次？当然，这个太值了，1块钱就可以抽。那你现在拿起手机，下载并打开拼多多 APP， 摇一摇即可进入1块钱抢盲盒的活动，限量10000份，赶紧打开拼多多摇一摇吧！1块钱有机会赢得 Switch 游戏机，还有雅诗兰黛套装带回家吧！下面进入我们的水上摇桥。水上摇桥挑战，水上摇桥挑战。游戏规则：泳池上设有一座摇晃吊桥，每队派出7名队员参加，队员自行商量出发顺序，出发顺序确定后将会公布对应的到达顺序。在过桥途中，如果有队员落水，该队需重新开始挑战。每队共有3轮挑战机会，最终成功走过水桥，用时短的队伍获胜。
鉴于延琦腿烫伤不能下水，海涛腰不好，所以呢我们支援你们一个。不是吴昕吧？是我，就是我。我名牌都准备好了，我带名牌。如果昕姐来的话，我带着我的腰，我也要上去。The Night 的三员大将派出一位来支援你们。只要不是昕姐，我们都接受。有这么惨吗？哦，虞书欣也好不到哪里去是吧？我们派出虞书欣来支援你们。加油！这就跟来了一个昕姐是一模一样，跟昕昕差不太多吧。好，来，我们自己决定出发顺序。那我第三个，好，我第二。哇，我们非常快的，这样可以吗？这个出发顺序了吗？哇，我们非常快的，这行了。不管怎么样，为什么女生先出发呢？所有的人都过不去了。别说，真的，我们这边虞书欣来了之后啊，我们现在一筹莫展。开始！摇摇摇！我们第一位朋友已经上桥了，非常稳健，非常稳健。已经开始在往前面，好像越到后面的间隔会变得越来越大。哎，哇，这个好难啊！但是可以手长脚长，应该没有问题。有一点紧张，但是一个大拉胯，大拉胯。好，可以了，可以了，第二个出发。位置，你先待好，你先找个位置，找个位置挂住。对，找个位置挂住。对，你稍等，稍等，稍等。对，所有人都在说话。屁股在那个悬空的地方，不是，两个脚一起。对，两个脚一起。对，没错，对。对了，对了，这样我们好过。对，漂亮，漂亮，特别像挂着的腊肉。嗯。妹妹到大拉胯这儿了。这妹妹，哇，这妹妹这腿，精彩，这游过去应该问题不大。妹妹没问题。妹妹是第二个到达，那可以直接越过咱们的水域。妹妹还是比较壮，所以很稳。好，家都可以出发了。家哥走太快了。哦，家哥，加油，妹妹。对，踩肚子，踩肚子。好，你也挂着，你也像柯宇一样挂着，你也挂着，对了，重心全都在这边。没事，对了，让妹妹歇会儿，妹妹歇会儿。哇，嘉哥好厉害！哇，嘉哥整个嘟起了小嘴啊！哎呦，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哦，嘉哥，嘉哥走太快了，嘉哥简直后来追上，嘉哥用脚趾很用力的抠住了柯宇，不得了呀！哇，嘉哥，不只是教练，也是运动员，人间教练，嘉哥，嘉哥，到达了，第一个到达。哇，他们这配合可以啊，小心一点，对，稳住，没事，帮他稳住。目前子涵妹妹非常稳，她的脚打开就像一个脚谱一样，厉害，她的脚打开就像一个脚谱一样，厉害。别乱说。不是，我要形容他很厉害的样子。好，接下来全场的焦点就是我们的虞书欣。我想回家。哎呀妈呀，回家。虞书欣上来这一刻就要回家。柯宇过去接他一下。稍等。稍等，哎呀，别动，加油，稳住，过这个电，对了，不要着急，慢慢，然后你可以趴在红色板子上，你先往前，哎，对，这样就安全了，不要往下看，没关系，好，没事，哭一会儿再走，没事，重心不要偏，可以的，手再往前一点，手勇敢的往前，中间脚站上来一下，哎，漂亮。棒棒的，妹妹，棒！今天对了，好，往前滚，快点！没有撤退可言。哎，漂亮的，对，屁股做空。哎，好，对了，好 ，OK。漂亮，亮哥出发。好样的，心不甘情不愿。
好，亮哥你就直接走，直接通过，亮哥可以直接通过。你看这几下像人猿泰山一样，你看，哎呦哎呦，亮哥这个腿根本像隔壁的泰山，哇，亮哥对对对对，哎呦，这个间隔根本不够亮哥跨，好可怕。于书欣表示亮哥好可怕。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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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哇！现在桥上已经同时上了五个人了，那得小心。五个人现在同时在桥上，哇，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哇！哇！哎，韩云云也是厉害的。现在云云后面，可以可以出发了。于书欣要最后到，于书欣要最后到啊！于书欣要最后到。我要回家。下面很紧，于书欣，现在你看，你抠住点娜姐的脚脖子，给你点劲，抠着我脚脖子，抠着脚脖子，起。不要，不要，不是那么抠了，不是的，按摩了，娜姐的，给你匀点劲儿。好让我做这种事，好讨厌。不行，我不能影响娜姐。哎呦，娜姐漂亮。哎呦我的娜姐，哎呦我，我的天哪！那个手，那个手过来。大家看到的是水上双人舞。对了，对那个手，对对对对对，给娜姐，对，对，用力，你起，小心点，娜姐，逃回路，逃回路，不行不行不行，娜姐别逃回路，逃回路，不行不行不行，那不行，那不行，娜姐你自己爬，我自己过，对对对，没事。娜姐这个姿势好，你摸着我，你学一下娜娜，你学一下娜娜，你看娜姐这个姿势。哇哇，娜姐像坐着电梯一样，呜呜的就走了。哎呀，这就稳了。对对，这就稳了，这没问题了。我会了，现在你会了，走了，他会了，走，娜娜。我现在玩的游刃有余。我建议给娜姐披上一辆摩托车。哎，真的，后期给娜姐披个摩托车。带你兜风，然后。漂亮，于书欣最后几步，一个曾经要放弃，现在坚强的熬过来的姑娘，了不起！这你这脚这么绷啊，绝对抽筋儿。一二三，起！非常精彩，14分钟完成了挑战，漂亮。要要要！接下来水上摇球，迟到会迟到，但是我们的快乐和胜利不会迟到。我们第一位出场的是 Justin， 现在计时，注意安全，开始，走，注意安全，3分钟搞定，冲！哎呦哎呦哎呦！走起，元气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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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打过了红的来。来，大前上，别冲过头了，别冲过头了，冷静冷静了，别冲过头了，冷静冷静冷静。我们的卧底发功了，卧底开始了，卧底开始工作了。大前已经受到了卧底的威胁。哇，这腿这腿，哎，这腿这腿太少了吧？稳中求胜，别着急，稳中求胜。好，下完可以上。你别去，你别去，你就在那等着。大千，你第六个，你就在那等着。你挂，你也得挂起来，你俩。对对，没事，你俩挤一个。挂一格吗？这就好玩了，这就好玩了，这就好玩了。这，别。来来来，肖文上，肖文你要出道啊！你就顺着。你手脚极其不协调的小宅出发了。你 OK 吗？哦，他刚才哦开始跳舞了，开始跳舞了，电臀舞。这位也是我们的卧底，我天，这厉害了，这雷鬼。好，前三位都是我们的卧底。这什么情况啊？这什么情况？下来！哎呦！拉风了，风了。
他的纠结是无用的。哇，没有，没有，大剑，一，大剑，要重来。大千的脚趾都已经张开，没有用尽全力的张开脚趾。我还以为我有用。你是怎么想的，在这个桥上跳？快快快，计时吧。小台刚才在台下讨论战术的时候就说，我要跳过去，我一跳就过去了，我一跳就过去了，我一跳就过去了。这不对，这不对，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这各位，这现在加点水更难了，这。对，现在场面开始变滑了。哇塞，稳。他和这个福建打起来了。稳一点，稳一点，不要莽撞。现在这确实有点狡猾，哎，现在这确实有点狡猾，哎。完了，加的天已经晕了。完了，加的天已经晕了。可以了，挂起来，挂起来。我休息，家庭挂上休息。停停停停停停，坐好坐好。挂好挂好。卧底开始发功了。挂好挂好。卧底你怎么回事？大千上。大千，哇，大千非常稳健。哇，大千非常稳健。大千。来了一遍。我们挂好挂好，大千大千挂好。震动组，我去。好了，我们的舞蹈之王又来了。丛林舞蹈之王，草裙舞。又开始了，沙沙蹦蹦，又是那个熟悉的草裙舞。你直接跳到红色那个，跳跳跳，必须跳，对，跳，别跳，别跳，他们不跳就没意思，跳。你没有那个能力，你没有那个能力。别人说你不行，但你要相信自己。你可以。三。二一，好丑啊！小宅的话应该是要第一个到。对。我们现在状况出现了，出现了。状况。状况来了。大哥大姐，新年好！别！哎呀，还跳什么舞啊？赶快弄吧！桥上的人不要停止！状况不要跳舞，扑！给我冲！慢点！过过过过！来来来，上手！哎，稍微往嘴里扑！有机会，有机会！这一盆一盆的水就是对你们的祝福。啊，这真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坚持住，坚持住。来，状况时间到。雨欣加油，雨欣。踩着我过去，没事。OK， 大走，大走。翟潇闻第一个到。我找到新方法了。翟潇闻表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他又要开始作妖了。哎，这个方法有点好用，有点好用。刘雨欣，好的，刘雨欣马上也要到了，非常好。哎呦，看 Jessie， 哎呦，我整个这手脚配合，自己就像一个大蜘蛛一样，你看。这是相当难的一个挑战。马伯骞已经开始。好，叫小唐用脚狠狠地踹向了，唐用脚狠狠地踹向了。别踩我手！啊！叫小唐先是踹了马伯骞的胸膛，又踩了易大千的手，用力踩一脚，用力踩一脚就过去了。何老师已经出发了，已经来到了小马的身旁。加油！身旁。你不要对我喘气啊！马伯骞，马伯骞的出气砸在了何老师的脸上。大千，你坚持一下。哦，守住，小唐守住，别让何老师过了。易大千已经快长在这根绳上了。陆羽，你看他想怎么就怎么，你看，陆羽，你看他想怎么就怎么，你看。
哇哇，小唐你小心点啊。哎，啥呀？我你啊啊啊啊！走走走走。啊，赵小唐到达。我一到前要开始自己的跳水表演了。大千，你别，大千，我求，谁在摇？哇，一大千腿很长啊！哇，一大千腿很长啊！一跨一格，很好。我马伯骞来了，后来居上。我马伯骞来了，后来居上。马伯骞来了，好啊！马伯骞要吃人了，哇！马伯骞要吃人了，哇！哇，好玩！太恐怖了，太恐怖了。马伯骞，你像一只蝎子精一样。哎，马伯骞，几个匍匐来，快来，快跑，快跑，快跑！一上天，马伯骞来了，快跑，快跑啊！来了，马伯骞来了，快跑！恭喜，恭喜！花了10分32秒完成了挑战。快乐大本营首届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呱呱龙英语，2到8岁英语启蒙，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莫斯利安，寻遍世界的美味，只在莫斯利安。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这里是快乐大本营联合 vivo 推出的暑期超 S 企划 vivo XT 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感谢官方合作伙伴呱呱龙英语，2到8岁英语启蒙，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 感谢官方合作伙伴莫斯利安，寻遍世界的美味，只在莫斯利安。那本期快乐大本营和芒果壹基金呢，会保底资助10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考取大学的新生，每人一次性资助5000元，帮助他们解决前往学校的路费、第一年的学费以及前期生活费等开支。同时呢，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帮助更多像何振礼一样的孩子。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支持他们的求学之路。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快乐大本营音乐奇妙夜，叫醒你的耳朵。大家好，我是隔壁家的老铁蔡徐坤。我是吃琵琶不吐琵琶皮的 Angela 琵琶。假弹假唱大型现场。哎，谢娜竖琴 solo 声，那对得起吗？没有练30年，绝对不可能每个弦都记得那么。降声平起，节奏大师秒变萌新玩家，大千大千给我靠边，哎呦，延起延起，一看不得行，太难了吧！蔡徐坤终结游戏，来坤坤上。记得都有一个特点，就得穿套装。灵感歌单，思路清奇，谁能击中他的心？锁。哎。亚大锁。大钱又上了，好棒！说说说说说你爱我。这个虽然没对，但是我喜欢。坤坤坤坤，游戏王。回答正确了，娜娜，你说要猜对了可以实现他的一个愿望，打电话给杰哥，就唱一句，说说说说说你爱我。哎，听到吗，杰哥？喂。五 G 超群，昔日队友竟现场抱团。旋转技巧，致敬娜姐的一个动作。懂的人自然懂啊。这也是致敬娜姐。啊。你以前那个组合解散了，你现在是我们同一个综艺的，在综艺里我们是对手。震碎屏幕的视听盛宴，好精彩哦。那个妹儿懒得长得像辣姐。下周六晚不见不散。
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呱呱龙英语，2到8岁英语启蒙，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莫斯利安，寻遍世界的美味，只在莫斯利安。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这里是快乐大本营联合 vivo 推出的暑期超 S 企划 vivo XT 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是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 vivo S7 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今天感谢我们的亮哥，感谢小明哥，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中餐厅。另外今天特别谢谢 The Night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请大家多多支持 The Night 的全新的一批斯芬克斯之谜。谢谢雨欣，谢谢初心，谢谢小唐，谢谢。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我们下期再见啦！谢谢大家，再见。